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啊，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，风水的法则包罗万象，风水的天机变化万千，法无定法，挥法挥挥法亦挥法。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我们，人来世间上要生存在这个空间，必须要有了解自然调和法则，物竞天择，生灭坏空，这是不变的法则。但是我们一旦处在不调和的空间呢，那任你再怎么样有修为，还是抵不过这个空间环境的左右。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，这个要牢牢记住啊，人生存在世间，不是唯我独尊而在，而是要融入自然，你才会得到心安和和谐啊。那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孩子的卧室、书房、书桌非常的重要。书桌是安魂立魄的一个点啊，若是我们孩子的书桌，你排的位置后面背后靠着套房的马桶，那么孩子的心会很心神不乱啊，会头脑空空的，坐也坐不住，这是不变的法则。那么我们这一节要来为各位来讲解孩子的书桌啊，孩子的书桌呢啊，不可在马达的上下方，下面有马达，虽然隔一层楼，但是有马达在下面轰轰轰的啊，磁场会乱，孩子坐的位置磁场会乱，心会烦，坐不住，你再怎么样的哎呀要乖要怎么样还是坐不住，换你大人你来坐看看也会同样的反应啊。若是楼上孩子的书桌上方有马达在那边转动的话，孩子的思绪思想啊，想法变化万千啊，所以神魂颠倒，记忆力不好，真正的书他记不下啊，其他的啊，他喜欢玩的玩得很高兴啊，这即是我们换了环境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了解到孩子的书桌楼上楼下不要有马达在那边转动，那孩子呢他坐的就会比较稳，孩子的思绪就会比较安定，这是不变的真理和法则，唯愿大家要小心。